好，我网络第四个小朋友啊，来完成这时段，咱今麦倒转来了第二集啊，就是甲咱的吴冠汉老师呢，啊，咱来进入咱的主题啦，啊，顶期讲一下啊，因为咱哦唔知喏，都讲不爱插三句，啊，都啊有时啊都下句袂轮的少吼，啊，都小夸讲一两句安尼吼，啊，一个讲一两句，讲要二十分钟安尼，好，啊，咱今麦咱进入咱的主题，就是咱吓讲甲顶礼拜讲的。顶礼拜讲个你哦，你有他啊？啊，即马咱一点钟咱来讲吼，水，啊，水，歹，嘿，那个赞，水歹赞，啊，水就是水啦吼，漂亮、美丽吼，啊，啊，这歹，等于歹较快。歹哦，是干啦，不漂亮呀。哎，人歹就是不漂亮哦。系啦。啊，迄个人品行真歹。不漂亮。啊，国民党诶都。哦，啊歹。马英九诶品行真歹。那个不好，哈，那个不好，嘛是歹，哈。啊，这个鸡翅较歹。啊，对啊，再我去买，其实你唔通看这歹歹啊，你这外好食呢。歹，哦，歹，那个歹，是不好，品质不好，长相不好看，长相不好，品质不好，歹，哦，所以台语这歹较快。还有啊，佫一个意思，这鱼啊，鱼啊歹鱼啊。哦。哎，对，不要不要，不新鲜了，不新鲜了，吼，熬起啊，意思，不是啊不，也未到熬的中间啦，就是死较久啊，安尼啦，就是不新鲜了嘛，不新鲜，台语这个歹是较快，啊，就讲讲赞，吼，啊赞，我感觉是现代化语言嘞，不是，这真赞真古早了，安尼讲了现代化，哦，这真赞，赞，这里赞是因为电脑出来了，他刚在看到足济，我会记较早可能有用啊，未记。你的客家本质唔通表现出来。哈哈哈！安怎讲客家本质？客家本质就唔捌这字。哦，赞哦。哎，足赞的啦，你真赞啦。哦，哎。阮客家人是讲哦，廿十岁阿妹亲斩掉。无啦，你斩掉。客家话应该嘛唔是安尼讲咯。客家话唔是讲按太条的吧？那有按太条，按太条的啊，按太条，然后伊足大丛的哦。对对，我都拢好嘛，甲我嘛讲按太条。哦，无，迄是讲你真伤势，按太条安尼。我讲嘛，讲你按太条呀。无按太条，说是讲你真伤势的意思啊。安尼好。啊，你呀真。啊，战斗就是讲很战，很正点呐。很正点，啊！你真赞呐，当然我赞呐，赞赞吼，其实赞是汉语啊，哦，就是赞美啊，啊，哦咯，嘿，赞美啊，真赞吼，啊，咱即摆来讲者，当然即第一代先，咱是咧讲台语变安怎写啦吼，哎是，啊，即第一代先就是讲即个赞吼，赞即摆大。你电脑还没弄呢？对啊，电脑啊，赖啊，哦，这个给他按100个赞。嘿，有理啦，哈，嘿，有理啦，嘿，那免个讲，还有个赞是免讲了，大家知影了，哈，就是一个赞成那个赞，靠你，哈，那个赞，啊，这样是这个水个卖了，哈，水这里，自己水字哦，做这样的下饭呢，免抓标单啦，这个是麻烦咯，真麻烦。因为台语的水点哦，哦，嘛是较快，唔是干啦，迄个漂亮俩。啊，比如讲哦，这个人哦，哎，一步真水，哦，一步真水，哦，那个水都无一定是很漂亮。有时伊看伊做一项代志，会堪咩有咯啊，水呀，对吧？对，这所以这水包括讲很好啦，吼，包括水呀，吼，都是我那是学咯的一句话就对啦。啊，我顶日咱就去琉球的时阵吼，啊，琉球人讲，因那咧讲俄罗，譬如讲你唱歌唱得真好听，嘿，我拍波也是讲水啊，啊，伊嘛是讲水，嘿，因讲安尼讲啦，嘿，但是因讲真水的时阵，因并不是讲真，不是讲水啦，是咧讲俄罗，顶个咧台湾咧赞，因讲水啦，哦，
因为安尼讲，诶，琉球的语言真侪，敢那咱遮另外要挖要挖哈。诶，啊，今嘛就是咧讲这个水吼，要怎写就是，第一代生就是有人吼为汉语家一心家吼，啊，一个就是咧美。米啊，吼，米啊，米啊，白话个叫做水，咁袂使是安尼对啦。嗯，咁咧会使是啦，咁咧会使是啦吼。嗯，啊，问题咧是讲台语内底吼，啊，迄个人做米哦，原来有阵有米咧感情，原来有安尼讲啦。哦，迄个人真水哦，真美咧哦，生做真美咧哦。啊，但是这个米咧嘛，嗯，米佫袂用你延伸来做台语的这个水，原来。我拢袂使咧，所以譬如讲，哦，迄棵茶包足水的，嗯，迄个步数真水，迄个步数很巧妙啦吼，嘿嘿，真巧妙。迄茶包真水，你都敢会使你写讲迄茶包很美，就安尼安尼怪怪咯。对啊，对啊。所以这个米变工是决定一个，迄个 positive， 决定一个个肯定的。好的这方面来表达就对了，嗯，啊，歹这，都袂使用，袂用米啊，感觉怪怪，所以有人感觉讲，在台语的领域吼，领域内底，台语文的领域内底应该米啊甲水，水甲分开啊，对对，爱分开，甲分开啦，对对，啊，我是感觉分开嘛是好啦吼，啊，分开所以拄则讲水。就变讲有人写，有人写，第一代先哦，写米的人即摆就少去，嗯，分裂去对啦，嗯，分裂去了即摆有人，嗯，哦，这不是有人啦，这是个教育部，嗯，教育部发表出来的这四百字哈，嗯，四百字等于用的四百字，还写这里水，嗯，写这里，嗯。哎呀，不是哦。哎呀。嗯。干啦，你干啦。哦。教育部规定的用这个水字哦，一个女兵。哎呀。啊，搁一个奏乐。那个。啊，水。水。哦。啊，关于写这字字的人，对吗？哦，应该提倡这字的是林阳明。哦，林良斌，嘿哟，这个水。哦，啊，咱看到，比如讲惠南安咯，还是所谓台语里底的对啦。嗯。主流讲台语的水写这里吼。嗯。无。嗯。无。嗯。无。啊！啊！即卖就是讲，是安怎咧用这里啦吼？嗯。这里那迄落都安尼都水音对嘛？嘿。安尼都水音。嗯，啊，水就是水分，伊是毋是照着这个音啦吼？啊，将迄个错嘛。迄个走马啊，改用掉了，啊，加一个女兵落去。啊，即马这是有这字啦，空音里底嘛有这字啦，啊，电脑内底也有这字啦，吼。嗯。啊，就空音里底内底这字吼。嗯。这字吼。嗯。伊会主盖啦。嗯。主盖啦。嗯。主盖嘛是主讲，查某人水啦。嗯。水啦，好，查某人。嗯。体态好啊，水哈，是，我阿讲水无对啦，水无对啦吼。但是问题是，这里读作水啊，唔是啦，要安怎读作水啦吼？嗯，要读作水，就是讲咧走尾的时阵吼，走尾是水音，啊，所以讲我读作水音，嘿，哦。但是这汉字真麻烦，汉字就是有些时代。有些时代，这个水，这个水是现在咱对北京音、北京语音读作水，北京语音读作水啊，水啊，水哦，水火来那个水啊，所以咱即马对读讲水啊。但是这里吼，这里是上高音，嗯，上高音，嗯，譬如这里那是安尼嘞，嗯，啊，堕落，嗯。对，对咯，对啊，对，对哦，不是水哦，是都温咯，哦，啊，个还有一个，伊个安尼，嗯，懒惰的惰，懒惰的惰啊，嘛是堕落的堕，懒惰，嗯，好，嗯，
啊，所以这个水哩，吼、哦，走遍啊，这个水，中国伊咪算是差不多对呢。嗯，对，对你来。啊，对我来啊，对。啊，就是讲这个汉字就麻烦。啊，你看你个这个汉字出来吼，啊，你要个用，你要个用动音，啊，用汉音，啊，用什么音就对了吼。嗯。对，啊，那照这个，迄个讲起来吼，这里这即卖用作水这里哦。嗯。这个才叫土啊！哦，土。啊，土。哦。哦，这个才叫土。啊，什么叫土呢？土就是土土啊，土土是句话吼，咱即卖人真少人会晓讲。我嘛唔。吼，迄早啊，迄早啊，生做土土啊，真水。要娇逼的啊！啊，对。真水，是这个意思，是这个意思。嗯。并唔是一般安尼讲讲水啊，是这意思。好。嗯。即卖问题就是讲。哦，你若要甲照字来写吼，也是好。但是，比如讲，自然头壳来吼，文字会产生一种观念嘛，会产生一个就是藏在意识啦。嗯，啊，所以吼，譬如讲，即摆是相当侪人用这字，嗯，我即上我是无足反对，无足反对，嗯，哦，但是我个人呐。我认为这里水来，这個水里的叫鱼丸。嗯，鱼丸就是讲伊个源头一倒来，咱也唔知呀。嗯，咱也唔知呀。我是认为讲这里里有可能是为难多以来，因为你甲琉球话，吼，嗯，真话，真话嘿，吼、嗯，有可能是难多以来，吼、嗯，所以我还是，因为我个人啊，嗯，我个人希望讲吼，嗯，用落我哩啊。嗯，容我哩啦。对啦，水，哈。啊，但是我有时阵吼，有时阵是我家己的文章啦吼。嗯。我原来捌写做汉字啊，我写做汉字吼。嗯。我是甲写安尼啦。嗯。哦，好好美啊，哈。我那是美啦，啊，我甲加一个查某病啦。哦，记查某人水就对啦。迄是个照用来。不过我有一种的迄啰，我即马你咧讲这哦，我头壳内底忽然间产生一个，就是讲啊，这个人真水哦，这个查某人真水，迄是指讲伊整体的水。对对对。甲伊一个美貌，甲伊面容的水。诶，美的。各有各有无同款的迄啰意涵嘛，对哇？哦，安尼吼。所以我是讲这个美，啊甲这个水。嗯。这里是当然，这里是照的啊。啊，这个空气点嘛是写美啊，还是真漂亮的艺术啊！哦，我是个人吧，写的美美。但是我还是认为讲水，啊，无就干脆就用罗马尼写，就搞对嘛，读作水，你也未烦，免烦恼讲，这里是要读作美，也要读作水，就免烦恼。好来，罗马字改咚咚下落呀！哎。安尼简单嘛，吼，水，对不？水，水，吼，水。我是较将来安尼对啦，我较将人民讲安尼较简单、较适当啦，较免只爱想讲啊，到这里要做做米，要做做水，吼。啊，那拄则你讲读个水哩，迄哩啦，吼。伊读个水嘛好啦，但是迄哩就是真偏的哩啦。唔免的你啦，一般人你都搁教，都搁迄落啦。对，你若讲用这个水道，无分讲这个人是整个的整体，这个查某人整体的水，甲伊的美貌的水，有个人就面啊安尼生做足滴人疼足水的啊一颗哆啦 A 梦嘛吼，啊这我唔是讲人无好的意思啦，就是讲伊的，讲你若写字来，就譬如你讲啊，迄吼迄查拉波真水。迄查拉波真水，足歹的多数咧。对，哦，哎，迄个骗术真水吼。嗯。哦，嘛，就是安尼。嗯。拢无迄个意识就对啦。对，嘿呀嘿呀。那用自己改，用自己罗马字改写来，就迄个分别就是讲，你看你前啊写什么字，后什么字，伊的意思，你都来猜安尼吼。就较准确。对啊，汉字的这个精进的哈。嗯。脱离迄个汉字的精进啦，是。咱拄则咧讲遐吼，你卖家去读下来讲，倒一日较适当的是，咱只是提出一个例出来咧讲啦，对啊。哦，咱有人都看讲有个人写迄落文章，伊的用法的手法就对啦，嘿。
但是你写文章的时候，你就写这罗马尼亚出来听嘛，足简单直接的，都读出来，直接的都读。啊，有的讲啊，罗马尼亚都较生分点嘛，健康几摆来熟悉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嘛，健康几摆来熟悉啊，定用到迄个，对啊，好，啊，过来这个拜啦，对，拜是真麻烦的代志啊，拜吼，拜，譬如讲。第一代生第一的这个拜的汉字啦，是梅花的梅啦，梅花的梅，不发霉那个霉，不是啊，发霉那个霉啊，是啦，拜，发霉那个霉呢是讲这鱼啊拜去，拜，但是这摆袂使哦，这摆中文的迄个发霉那个霉吼，甲第一个拜佫无同，伊个成功啊，已经霉菌都出来了，乌青乌青一堆一堆，遐霉菌出来了。对啊，已经吼，都生菇啊，才有这败啊。啊，恁大家讲败是讲不新鲜尔咧，吼。啊，但是迄个败菌，迄个败里底嘛，都是。都已经败，已经败到已经吼，迄落啊嘿。哦，啊，过来讲霉鱼，咱顶点就讲起啊，个霉鱼啊，霉鱼咧叫讲霉雾啊。啊！你梅雾，这个东南亚毛梅雾，台湾毛梅雾，也无迄梅花那种梅雾。对啊。哦，啊，咱这梅雾嘛，唔是梅花咧开花的时间呢。对啊，对啊。为什么叫梅雾呢？是啊，是啊。哦，啊，所以讲迄个梅，唔是梅花的梅。对，所以这个唔是就是梅花的梅，啊，梅花的梅，这里梅花的梅是个借来用的。哦。是个这里梅借来用的，因为。这里梅花，这里梅上高音吼，上高音伊读作麦，读作麦。啊，这边来讲梅花，那个梅花很漂亮啊，很漂亮啊。可是不是，中国人你讲麦，是小小的，麦麦青无，麦麦青就是小小的星星啊，哦，麦，麦麦啊，哦，麦麦啊，花，色绿花就对啦。哦，雪梨花，我叫做梅花。啊，不过人诶，日本人讲白庆啊，就是白。唔是，迄个无共字啊。哦。迄无共字啊。哦。梅花，你咪讲梅花，吼。啊，梅鱼。就是小小的鱼。小。肉那唔正肉。肉咁多小小的鱼是安尼哦，唔是。唔是讲那些梅花季节。啊，规工湿湿。啊，叮叮当当啊！那不是梅花季节，不是梅雨季节啦，啊，不是梅雨，梅花开的季节，天哪，天都会好，这梅雨，并不是，安尼是以后的人家解释的啦，吼。啊，所以这么有迄个拜，啊，这个梅花，这个梅梅才来写台语的拜吼，应该是袂使啦，吼，应该是无适当啦，吼，无适当。那么啊，佫有一字，就是你拄则讲讲拜敬的拜。买起来买，买起来买足开心啊！对啊，哎，比贵足多啊！好，安尼，一个黑啊！哎，黑哈，一个黑，哎，还是那个安尼。安尼哦。系啊。买。系买哈。买紧。我写歹写，准字来用字嘛足歹写。对啊，都有人写安尼咩？我都看到迄个台语的文章都有人写安尼。真歹吼。啊，我咧是讲台语的歹吼，台语的歹，若讲单一方面啦，你讲哎人丑，丑丑的哈，哎丑丑的，丑，用这个歹的吼，应该啦，以中国字的做字的这贴来来讲是对的了，是对的了。啊，不过你半你若讲写讲歹吼，人拢用迄啰，即马拢蛮用迄啰丑陋的丑，啊拢用迄歹吼，即讲歹，啊你讲歹记是安怎来讲歹？就是唔好诶，唔好困啦。对，买紧吼。是，啊，像这咱顶日讲过讲这个黄帝记吼，一本册，黄帝记。黄帝记讲，黄帝买乌。生做唔正高，皮肤阁乌。皮肤乌阁歹啊！黄帝皮肤乌阁歹啊！啊，毛目必死啊！黄帝某或者毛母吼，他讲毛母必死，毛母是怕烧，家计小怕烧啊，内向的，都这个车啊，所以这句拜是第一来对，这个拜也某一部分的对啦，是对的啦。但是即摆咱咧讲哦，
唔是对的，你就会用这啦。因为安怎？因为这个歹字，中国文一直行到今仔日吼，独独干那用的歹劲安尼啦，其他都袂用啊。对对对。所以这里写出来是歹劲。啊，都物件发霉了，吼，还是什么什么安尼？当然的啦，所以红霉素什么？你要甲摕来空中做代志来说卖吼，不好啦吼，歹看啦吼，不好吃啦吼，啊，温州较歹嘛，讲歹啊。嗯，对啊，对啊。文字不好吧，讲歹啊。嗯。哎，人生侪歹啦，吼，安怎啦？控制遮快的时阵，对无？嗯。就产生问题啊。产生问题就无啥适当啦。嗯。啊，摆你讲的这个，这粗粗的这粗，你根本正常啊。对啊。粗就是一种不好。一个细，一个贵嘛，吼。对啊。西边的贵。不是细啦，幼啦。幼啦，系我知影，嘿。哎，嘿。嗯。那个草啦吼，哎，草要个那个人，那个草那拜拜，草那草草的，那可能可以啦。那是用北京话的文章来用的噻。可能可以啦，啊，若讲，你这个啥拜拜，你这个啥草草的，应该嘛说不定可以啦。有啊有啊嘛，有人讲啊，你穿这样子草草的，哎，不是啦，穿这样子草草的，你这个啥拜拜，讲你这个啥草草的就不。哎，叫啦，无讲啦，嘿啦，就无啥适当啊，吼。还有啊，你这文章，拜拜，我爱文章拜拜啦，我爱文章粗俗的，那冇别事啊。客气客气啦，那你的文章哪写出来，拢嘛足水的。好啊，咱今嘛好，好老师休困一下，咱等下，咱两米大哥倒转来。